何如仙哈，我唔知咱内底有人会晓读读伊名的单位无？陆如海。哈？陆如海。嘿，真好吼，何如海吼。我为着要介绍伊，我来问伊，啊，要注音起啊，无读袂出来吼。啊，伊今仔要讲的题目吼，我嘛拢唔捌哦。什么叫做 copper 绕足列？我着去问伊看，看伊里边哪读吼。啊，口白啊，我嘛袂晓。咱内底人教人知影这是啥物件？啊？口白啊，是口白。口白啊，唔是尿白啊。哈咱对这個名教人有知影？教人捌看袂？这真特别吼、哦。啊，伊讲这是无名英雄，佮自然天敌吼、哦。啊，这两个感觉足奇怪，无名英雄啊，自然天敌吼、哦。但我上个奇迹就是讲，我讲伊今仔带咱带来新的知识吼，啊，让咱更加了解。啊，我会记得讲顶回来的时阵，伊讲了是互我加食足侪虾仔来啦。因为过去个虾仔胆固醇我拢足，感觉足侪唔敢食，伊教咱讲安那，唔呀抽索啊抽神经吼。和胆固醇减啊足少去，我相信今仔日带来真好个资料，予咱大家做参考。咱就将下面的时间交何教授，伊是咱目前差不多世界海洋生物的足 top 的人才吼。伊伫波士顿摕了博士了，就一直伫这行到今嘛，啊个是迄个龙必区的迄个算作荣誉教授吼，啊个继续伫伊搭。啊，伊个太太也伫咱中间吼。咱请伊太太行到咱看到咧，啊，伊有一个真美满的家庭吼，嘿，咱将这个时间。啊，多谢你精彩的介绍。啊，各位乡亲，我真欢喜讲有这个机会，通过倒转来长青教室，佮讲我上爱的这个物件，口白啊。讲到这个口碑啊，吼，我当先给大家介绍，我是安怎个做口碑啊？你若讲问这个生物学家吼，口碑伊是拢唔知啊。啊，你若讲伊讲脑足类，伊就知啊。这个脑足类，这讲起来是吼是北京语啦。啊，伊是这个口碑吼会翻译翻直接翻出来，口碑，这是一路。叫做拉丁文啦吼 ，copy 意思是 or 就是准备嘛，就是电脑。啊 ，ped 这就是卡，啊就是准备的卡，叫做脑足类。啊，现在好多 copy 啊，咱台湾咯，尤其是这个 copy 这个字是对台湾的移民开始的。移民咯，咱有两种移民，一种移民是专门伫饲的。饲好大只，啊，都差不多卖，啊，出来赚钱。啊，有诶时吼，因讲用孵啦，孵鱼卵啦，鱼卵孵出来，啊，都细只诶囝，啊，都卖细只诶囝，毋是卖迄落大只，红只卖细只诶囝。你讲都孵鱼啊，这孵鱼啊诶人吼，伊就知这苦悲啊，像那个知苦悲啊，因为鱼啊若无食，迄卖大。啊，以前啊，伫迄落。台湾哦，即下港遐伫创即个捕鱼啊的渔民咯，拢全是甲日本人有接触。是安怎因日本人哦，有伫卖即个苦白啊，啊伊要饲鱼啊，社会上都爱用苦白啊在用个，所以人来甲伊去计较。啊，都对遐学来，日本人我都苦白，因我都苦白，啊咱苦白讲白好就变做苦白啊，啊就是对遐安尼来。啊，我感觉即个有若真好。较会记的，喏，即款讲法，咱较会记的。啊，既然是讲，就变讲两项。伊即口碑也是海底内面的无名的英雄，同时伊也是海底内面自然的天，这个天敌，哦，就是啊，做好人也做歹人。嗯。啊，今仔日我是想要甲大家讲，伊安怎做这个好人的。啊，后半场咱再来讲这个，以前那是伊啰，咱的伊啰天真的德行。即只吼，一句话就是 platonic， 这 platonic 个别吼 ，platonic 意思就是讲朴的，在海内面朴的，
毋是会烧诶物件，用铺诶物件，叫做 planktonic。较乖乖，我搁另外一个介绍吼。啊，这 planktonic copper ball 就是即款型诶。啊，即款 planktonic copper ball， 咱看到怎讲这吼，甲虾仔都要差不多啊咧。啊，其实伊就是甲虾仔共条仔来诶啦。较乖乖，另外搁一个介绍，大家知啊。啊，是安怎？咱讲伊即个是迄落甲虾仔要差不多，就即个形体啊，敢若虾仔咧长高长高。啊，佫有即个 first antenna、second antenna 哦，啊，都目视力白的，遮吼虾仔拢有啦。啊，虾仔咱来个算脚吼，伊个胸部五只脚，五对个脚，伊个腹部，即就是头胸部，即是腹部，腹部有那五只个脚的。啊，这个虾仔无同个所在，就是伫即个位置，伊头胸部遮有五对个脚的吼，是第一甲第五。啊，即、这个腹部遮哦，无甲一支伫个，啊，我虾仔有五支，啊，这无，所以咱这甲虾仔无共款，就是对即个位来分出来，吓。啊，即、这个是，但即款 planktonic copepod 就是无名英雄啦，咱较话要讲无名英雄，主要就是遮。啊，遮你个看哦，这有那是 copepod 啊，啊，遮 copepod 就无共款啦。是安怎无共款呢？伊毋是长高长高，伊是扁的。啊，是安怎伊是扁的？因为伊是寄生虫。你若讲要住喺皮仔的身躯顶个顶端生活吼，你一定爱扁下用个。你若无扁，你用水流就把你流去啊。所以伊这虽然讲有即个狗仔咧通夹住咧吼，伊这佫有一个扁的伊位置变做一个吸盘啦。所以有相顶的即个作用伫当中。钓应该做鱼啊，也不定。这个是浮面，这里、个、侧面，有啊背面啊，这里、个、是侧面。你看侧面这里看到啥？我滑臂、紧臂。啊，这都是啥啦？鱼鳃。啊，这吼，我利用这个，我来甲大家介绍吼。咱讲这个读书咯，这是真重要的，最上基本的生物的迄啰学习，就是对这个开始读书咯。那所有的生物咧，拢有一个名字个，哦，迄、那个名咱讲做 scientific name， 英语讲做 scientific name， 即个就是 scientific name。scientific name 是对伊个迄啰属，即、這个属哦，啊甲伊个种倒起来，啊个一个即、這个是用，你用即个名较好个迄个人，伫1785年个时阵有好个，所以即个人个名字。啊，这个就是叫做 scientific name， 伊个姓、甲伊个名、啊甲好个人、啊甲伫搭一年，这个地方。啊，咱国国看这个吼，那这个门纲目科属种，我想咱读初中个时阵，大家拢有读过这个门纲目科属种，所有生物拢爱有这个规则在用个。啊，这个。甲壳纲这个纲吼，这个就是咱所谓鱼啊啦、虾啊啦、金马啦，啊加这啰啊科比啊，人家这属地的都是这 crustacean 这个纲的。啊，这纲下口吼有迄啰亚纲，就是讲唔是木啦吼，这亚一个亚纲的内面有几落个木的，就是讲这个佫甲分出来。啊，咱只讲这个科比啊，就是伫内面这亚纲，伫甲壳纲的内面的亚纲。啊，这个亚纲的科比啊，拢总有十个目的啦。啊，这十个目的内面哦，有九个目是营养，啊，有内面三个目是有迄啰歹人。较怪咱都会讲这個，本来先爱知影就是讲这个目。是啥物款诶？啊，这木哦，这是世界通用诶啦吼。伊诶迄个 ending 是 O I D A， 所以你若看到即啰拉丁文诶名 O I D A， 你知影迄是木诶名。啊，若讲即啰 family 诶名是 I D A E， ending 是 I D A E， 所以你若看即个名有 I D A E， 就知影啊，迄个是 co 诶名，是 co 诶。啊，这叫做木，就是 O I D A。啊，若讲迄个树，就是椰树。啊啦，这个种的名就是伊的迄种名，
抓，啊，甲迄落死死即个案件也是安尼。啊，即摆沙罗咱过来看，伫海底内面那是安怎分啊？但遮个名都爱知影，我较快要讲，大家才有法度人对，无就对袂来。咱所有海的吼，会活的物件啦吼，拢总会用个分做三大类啦 ：plankton、nectar、甲 benthos 三大类。plankton 就拄仔我就是讲 planktonic copepod 吼 ，plankton 意思就是讲浮的，即安尼一点一点就就是浮的，啊，这是放大起来看一款。啊，你看遮有靠边的，所以靠边就是遮的。浮在水的内面 ，plankton。啊 ，nectar 是啥物啊 ？nectar 是比 plankton 较大、较大只。啊，是安尼，啥主要无共款的所在啥啦？伊用个收啦，为 point A 要收去 point B， 伊家己用个收会收，用个收。啊 ，plankton 都无多人收啊，因为伊是足细只，佫无啥有迄落大东西。所以这是上大迄个无共款的 plankton 跟 nectar。啊，这个 benthos。就是讲，伫海底，毋是伫水个内面。plankton 甲 nectar 是伫水，活伫水个内面。啊，即 benthos 就是活伫即个土骹个顶头，海底个顶头。海底即个顶头吼，咱看遮吼，讲哎，有看到敢若一丛树啊，不毋是树啊，这是啥呢？这是迄落海草。啊，若无就是迄落啊软珊瑚。软珊瑚就是一丛敢那树啊，啊，再有搁一尾杭鱼，杭鱼也是算作变作，杭鱼是安怎袂用放喺这个位置？虽然有风在收哦，这个我当然收喺二四点钟的，起个讲伊要困的时阵，困困安尼收的，啊，这唔是啦，这个变作是这吼，伊是用喺收对 point A 甲 point B 用喺家己收去，不过伊一定爱落来休。袂无多人讲伫水内安尼，一定爱落来游，所以咱讲即个叫 benthos。啊 ，benthos 是因为遮吼，即款吼一生拢袂叮当个，叫海葵就一生拢袂叮当。啊，即个海绵则是一生拢袂叮当个，所以一生拢袂叮当个吼，咱讲叫色散。啊，迄落像即行行啊鱼吼，家己安尼游，啊不一定爱落来游个，即个就咱讲叫 demersal。所以 ，benthos 有种的 immersal， 一个走来走去啊，或者失散。啊，即马咱个倒转来讲咱的靠背啊，靠背啊，你是一只刀片有当发现着的。伫这个 plankton 哦，咱若总讲往咱的迄个玻璃丝尾啊，就去海底啊去甲靠着哦，滴都能捡到 plankton， 人抓到 plankton。啊，这 plankton， 伊家己是无法度人讲为 point A 收去 point B， 敢若用去带迄个浮的浮的安尼。啊，这真趣味，就是讲 plankton， 咱用去分做 zooplankton 甲 phytoplankton。phytoplankton 是家己有一个迄落光合作用，家己用去做迄落食物的。啊，就 zooplankton 是动物的，动物性都爱食的，一定爱食，无食就袂活。啊，这是家己有法度人做饲料。啊，这 phytoplankton 甲 zooplankton 这规个拢在咱讲做 plankton 哦。plankton 的95%是靠背啊，所以就知讲，咱靠背在海内面偌济，95%的 plankton 就是靠背啊。啊，搁一个只海底只哦，咱有哪有靠背啊的？啊，海底靠背啊是哪？有当时啊是伫即落，迄落海绵的内面，来讲的内面。也是钓过去即落软珊瑚的，也有是藏伫即落下骹的吼，石头骹，也是迄落，迄落沙粒仔甲沙粒仔中间迄落空隙吼，外底款。所以咱来看有种两种，这就是 planktonic copepod。哦 ，planktonic copepod， 咱就知影，这就是在水里游，水里游的。唔是水滴是在水滴浮的啦，哦，听到。啊，刷到这张，这个就是 benthic copepod。benthic copepod 就是滴土地海底啦，啊，即个登高，咱就知讲这是滴沙粒啊，甲沙粒啊中啊，迄个温度滴收的，就是你看。啊，这扁扁，伊这个扁扁哦，唔是这种这款的扁，这款的扁，徛徛扁。
啊，现在在这徛在变嘞，要安尼转来转去才好势转。所以因即款就是住伫呾，住伫迄落软啊，迄落珊瑚，啊是海草，住伫即款所在要转才好势转。所以咱是讲，伫海底内面后边是真济。OK。啊，即马咱讲为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阔别啊，到底伊是扮演啥物款的角色？那这是伫自然界食物咯，就是分为食物王，这就是一个叫做食物王。这食物王就是讲你愈下骹的，伊数量愈多，愈顶头的数量愈少，所以一个敢那就劈了。啊，这应该分作两个大的种类。一种叫奥托错，奥托是家己有法度人做食物的。Head of the trough 是一定爱食，有法度家己做食物。所以叫奥托错，那就知就是一定是素菜的物件。啊，就 Head of the trough 一定是伫食草的，还是食菜的？那伫食菜，那我都 primary consumer， 哦，伊这是 eat producer， 产品 producer。啊，这就是讲起来，就是讲顶悬的人拢食到下骹水下骹的，顶悬的拢食到水下骹的。啊，愈去就数量愈少，所以这个抽纳，你来讲起来吼，跟咱靠边比起来，抽纳是无靠边遐尼济啦。呀，因为伊是暂时占伫这个顶头的啦。啊，靠边的暂时这个物件，伊是 primary consumer 第一阶段的消费者，第一阶段的消费者你食食啦。叫素菜，啊，伊另外阁一个名吼是 secondary producer， 那算话，这 secondary producer， 就靠别个食。现在讲我做 secondary producer 就是讲伊有滴做食物嘞，伊滴做啥物食物？做迄落粗的啦，伊食菜啊，甲做粗的出来，所以迄个食粗的人才有法度来食伊。所以食错的人，这顶头都 filter freedom 哦 ，predator 加，那无这靠边，伊就无多人活，伊是食错，伊不是食菜，啊下骹即阵拢是菜，是素菜，啊这个就，啊我都 food web 哦，有当时我都 food chain， 顶头的人伫食下骹的，即阵的伫食即阵，啊伊即阵呢又和即阵的伫食。哎，唔啊，讲讲了即阵，有当时都顶头阵有食会到。就讲即只虽然讲叫做 shrimp， 伊唔是 shrimp， 叫做 Creole， Creole 吼，伊甲迄啰咱伫食迄个 shrimp 无共，伊这 Creole 较细只，差不多三公分、四公分安尼，较细只。这 Creole 吼，伊虽然是讲你食菜，牛脑伫食就食错。因为这个是靠边啊，上好就一路修理个 Creole 家的，啊，这 Creole 就咯 ，Tuna 就这大家有人，人家会讲讲这 Creole。这有一个真趣味的代志哦 ，Creole 因为这是一路是都较大家的一路 producer， 所以滴海底有那是数量真济，啊，古早的一路鲸鱼呐吼 ，Whale， 拢滴家是家。古早吼，咱知影讲迄落，遮是无经营，较无有经营，出来大家看。伊哩遮拢在是食济，啊，不过伫这十八世纪的尾了，十九世纪头啊，阵啊，掠只海洋的掠过头去啊，所以海洋煞无啥有。海洋一个无啥有，海底就真济，真济就是 creole。所以日本人捌一遍，去南极。南极吼，去掠迄啰 Creole， 啊，写到去南极掠 Creole， 因为海岸吼，拢全是走去遐，集中在遐伫食这 Creole， 啊，才散对别位去生蛋。啊，因为不只海岸真少个，所以才有这啰 Creole 的迄啰真大滴的生存滴个，因为无人去甲食，所以就生存较好。所以以前日本的迄落水产少吼，因为感觉讲哇，这个上好，
就是讲了亚洲虾啊，等下吼，温度上大叹气。啊，不过这种虾是啊，比较普通虾，那你食虾无同款。咱普通你食虾是第几种？就是讲伊有滴食食的，所以你食食的啊，甲即个是滴食滴下骹食的，因的肉质都无同啊，所以臭。一个臭臊味足大，所以伊呢阵啊有办一个迄啰 special event， 在迄啰维诺公园，南京的维诺公园上野公园咯，在维诺公园摆好多啲鸡红食，无人要食，无人。所以迄个位置啊，失败也无人可以食，食就亏。无道理是啦，感觉我亏又是一个新的迄啰慈善。啊！即摆咱过来看下骹一张图吼，这张图我是拄啊咱有看到一张吼。啊！即摆我是搁甲加一寡遮咱较捌的、咱较知影的图。这下骹这咱就是讲，这就是迄啰啊 ，dinoflagellates 啊，甲 diatoms 就是遮一菜物件。啊，即杂的物件你看遮。虽然讲有靠边啊，滴啊，只有人挂在迄个伊哩食一个菜滴，啊，即大细只拢都是即个物食，啊，大只只都是即个靠边啊。啊，即阵咱有看即位，即位呾我看，我来讲出来，恁大家拢知影 ，blue whale。啊，你甲看，只有一个叫细人，叫细人个，细人个，即是正经个人。这样才比如才知道它到底有多大只。Blue whale 是这个世界上大只的动物。啊，这看这个图，咱就知影。啊，这 Blue whale 是啥呢 ？Filters 是 filter feeder， 伊是用海的啦，不是用吃的。用海，嘴在那白开，啊，在水内面在那。嘴规规在直直收，直直收，啊收啊，我感觉差不多有啊，卡起来，啊把恁来开开啊，来吞咯，伊就往安尼去食。所以这个乌龟哦，乌龟咱讲做万年龟，咱讲做，只有做万年龟哦。啊，这叫做 tooth whale， 嘴齿。tooth whale 你捌看哦 ？tooth whale 你食啥物啊？食即阵的物件，食 mackerel， 食 squid， 小卷仔啦吼，发回味啦，食拢都是即个 tooth whale 你食的物件。啊，这 tooth whale 应该你抓的时阵哦，是拢爱抓即个，抓即个，即个讲叫做 sperm whale。这 sperm whale 哦。伊一个头甲人无共款，这个头是嚼细个样个，这个头是遮大个。啊，这个头个内面都拢全是油啦，规头壳内面拢油。啊，迄个油就是芳料，因个你做迄芳水哦，用个迄芳料就是拢对这 sperm whale 啦。所以 sperm whale 哦，甲足早都已经 endangered species， 啊，咱个掠过头去。啊，掠过头就都会就无做全部在掠这。啊，这就无去，即摆在掠到迄啰较细尾。啊，这就我要让大家知影，就是讲，这虽然讲这么大只，我因滴食物件是甲这个沙丁，哦，啊加迄啰 anchovy 差不多啊，迄啰物件，因就是 filter feeder， 拢全是开嘴起来，用河诶去食这啰草，迄啰苦贝啊。啊，伫即阵诶食诶吼，这就是鲑鱼啦吼 ，salmon， 啊，这都是 snapper。Snapper 沙漠就是甲这一路小卷啊吼，甲 Mackerel 白顶的只，啊刷到顶头只，拢在是一定要食粗的，啊，搁是食就较大只，即个就是酒那个只共款。啊，即尾我看恁大家捌食的。啥？牛肉汤。那啊？我今仔在福罗里达钓鱼啊。马戏马戏。马戏啊！呀，夏威夷马戏马戏。啊，这个马戏，这个马戏马戏哦，就会是公的啦。啊，那母的，甲普通鱼啊，甲差不多啊，无就讲一个牛头马面安尼哦。母的是怎样？
浮的这头较普通的鱼啊，较同款，无安怎讲头吐啊，这款啊。啊，伫遮吼，咱伫头拄啊看是有上顶头是甲它刷起来啊，我唔是上顶头的吼，有叫做海蛤，要海堤，这就是有，这就是。啊，咱过来看下骹这张图。这 schooling fish， 搁倒转来。伫这个位置吼，我爱先同大家介绍一下。伫这款鱼啦吼，拢有规定啦，唔是讲啊，就叫抽拉，拢有规定，搁无就抽就遮大滴。你拢一斤，拢差不多几亿尾。足大滴，啊！世界不是干那一滴啊，俩几落滴呢？你滴太平洋啊，几落滴滴；大西洋嘛是几落滴滴。哎，那规定就是对啊，我这张要看一张。因无迄落单独滴滴收，拢嘛是几大滴滴收来收去。啊，伊滴食是食啥物？食苦杯啊，顶头这个苦杯啊，叫做 plankton 的苦杯啊，就是伊食。啊，即个规大滴滴收的即个 schooling fish 哦，因滴食是红河的，甲迄个 sperm whale， 唔着甲着 baleen whale 有共款，红河的。所以因在食是吼，其实唔是讲食一只两只的苦杯啊，食到几落十只的苦杯啊，啊唔是干那只只食安尼，单只在你食三百来度五公拢在食，啊，佫唔是干那周围滴食，滴太平洋游啊食，印度游啊食，你搭。大西洋啊，食，所以对呀，咱就收个，就查我这苦杯啊，到底这海底人有偌尼济？哦，啊，即马转了，佮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这苦杯啊，济到啥物款？咱要研究 filter feeder 哦，拄啊，迄款鱼，拢一定啊，我们就引用做 person boat。即、这个报都无共款，就是讲有一台直升机伫，用直升机先出去看讲到底有即个鱼群伫。啊，鱼群也知影，即马船就开去迄个鱼群的边啊。啊，鱼群的边啊是先即只世代船甲放落来，放落来即个世代船就拖网啊，就去靠个。啊，靠个即台船才挖来滴船即个边啊，然后即已经挖来滴边啊，啊，网啊再甲。苦啊，啊，就变做一种敢那，迄落帽啊安尼吼，啊帽啊安尼，种伊下骹个拖起来，就是下骹跩互伊细去，就是一种帽啊，直变做较细顶去，细顶落去，伊才有法度通拖对这船的边啊来，这就是细顶帽啊拖对船的，按台面上转一鱼啊，另外就转一鱼啊。啊，就是弟弟啊，就是抓 angel， 唔使抓这三年，拢是好一款。啊，这唔是干那抓一工啊，尔一年差不多抓365天内面，上少抓250天。啊，唔是干那抓一年，我当年啊在多哩抓。所以咱对这个推想起来，就知影我这苦杯到底的海内面是偌济，是对正经个算袂离个遐尼济。啊，咱即个吼，搁用一个另外角度来看，这苦杯啊的数量是安怎样子？这顶头遮拢是大尾鱼，啊，遮大尾鱼，咱知影伊拢是食这个鱼，小根啊，啊，甲食这个尾鱼这款鱼。啊，不，伊细尾时阵是伫食啥物啊？细尾时阵伫食就是本来爱食苦杯啊，这都是抽啦。Bluefin tuna， 这是上好的那个 tuna， bluefin tuna， bluefin tuna 的细尾是，这都是多捕出来。那鱼啊，那多捕出来，伊拢一个软囊底的啦。这软囊就是吼，咱普通一路鸡卵也是鸭卵吼，拢有只软黄底的，就是干那迄个黄的。这个黄是啥？是伊的食物。拄好孵出来时阵哦，伊是袂食，因为嘴也无开，袂食，所以利用这食物伫成长。啊，这拢总有你甲看，
这个软糖是直直细去，直直消去，直直消去，到这就差不多要无去。啊，佫变个就是这个，这就无软糖。啊，来到这就一定爱食，啊，食啥物啊？食苦白啊。因为伊只细只关系，所以嘛爱食细只物件，所以食苦白啊。啊，这咱伫饲个吼，咱伫饲个讲捕只鱼卵吼，捕出来只鱼个囝，就讲鲈鱼啦吼，啊是鲷鱼啦吼，啊是迄啰。啊，台湾鲷就是迄落魔鬼鱼哦，就讲做台湾鲷，哦，魔鬼鱼，因咧社会时阵嘛是，就即款安尼，爱食苦杯啊。啊，咱咧饲的时候，当只苦杯啊，奖金无够，就我去食啥，食迄落卵虫，落地粉，食卵虫，食卵虫落去，生长就无遐好，无苦杯啊遐好。所以苦杯啊，我伊唔知，一定爱人食，佮无食佮袂，袂使。所以你看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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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伊只爱社会的时阵，一定有人爱食苦杯啊，人使。所以对遮来讲个，就是讲苦杯啊，鱼啊无袂使。你若无，咱就无鱼啊。哦，因为鱼啊无食苦杯啊，就无得谈话。所以伫遮做一个叫做结束。咱知影苦杯啊，伊是第二阶段的迄啰生产者，伊毋是光合作，光合作用，光合作用是第一界。啊，这是第二界生产者，主要生产者。啊，佫说了，伊是社会鱼啊，无食袂使物件。啊，佫说了，因是这 schooling fish， 规大堆的这鱼啊内面哦，无因也袂使袂活的。所以对这呢，拢总个加加起来讲起来。咱若要食一碗，一定要有苦杯啊！咱若无苦杯，无一碗难食。啊，恁顶碗牛肉加食就好，加什么？背后我大概知影就是，一家决定，这家你看就知影，这一定是苦杯啊！看得出来，啊，刷到这就骨头买名单是啥物啊？嘛看唔到。啊，这是啥？这种是寄生虫。嗯。咱普通来滴讲，鱼鳝就加一下子。啊，是安怎伊那变形？因为伊生活的迄落情况无同款，生活情况若无同款咯，伊就爱变形。变形才好势生活，伊免出去外口去找物件来食。也就伊就是伫活伫仓库内面，寄主就是伊个迄落仓库，所以因个无共款，主要是对迄个物件。所以咱即摆啊，饲个时阵都爱海水饲，海水饲个时阵都爱有技术，毋是像咱台湾伫饲三百个鱼。挖，都在土顶挖一窟起来，啊放海水出来，伊毋是用安尼，伊用 cage net， 用 cage net 去饲。咱先来看看这个亚特兰蒂克沙漠的生活史哦，啊再来讲伊的地饲的状态。伊即有来共款，卵孵出来，后面、后面，这后面是用伊个卵囊地饲大的。啊，再变做这 fly 就开始食苦杯啊。啊，再变做拍是讲开始要入来咸水的。啊，这是滴咸水的，要长大的。啊，再落去海底做两年至五年，啊，再佫起来生的安尼。所以伊的这生活是有哪共款？一个无共款，甲伊个 Pacific 沙漠无共款是，有另外一期我都拍。帕西菲克沙漠无这个拍，亚特兰蒂克沙漠才有这个拍。无有这个拍哦，一个好是啥？较要换对正水，换对咸水来，较有一个
过较长个过程，通通互你温度较创安尼。OK， 即摆我倒转来，咱拄仔讲即个，就挪威，伊伫1991年个时阵，有一154,000吨，雪山154,000吨。啊，迄、那个七年，伊开始饲四年后，伊就人14,000，不，14,957吨。啊，你甲看，伫2012年，哦，就是11年了。是安怎？我用这个12年了，这个数字是吼，因这两个。在有生产的这个历史的里面，上生产量上大的，因为这么多吨，36,5,505吨。啊，挪威你看，伊这是比100万啊，800万以上。我的亿，对，12亿。12,320,000吨。啊，所以咱现在咱伫个 supermarket 里边 ，Costco 里边，拢那是挪威较侪呢，就是对这个未来。挪威咱知影，伊个出口一年出口量上大，就是这鲑鱼。因为了生产一路油，我因的油不是上大的出口，上大的出口是鲑鱼，啥物？啊！即拄仔我甲大家讲，是安怎卖食清净食，比如饲个猫，即摆就讲问大家知影来。这就是即落代表型个即落 fuel， 哎，对 fuel 用即个 cagenet， 即落讲做 cagenet， 伊这是定死个，定个下骹袂老，袂互水老去。啊，这是四角个。有内面阁分做几落个，啊，这是圆个，啊，无论是管是圆个还是四角个，迄内面拢是几万尾，一个 K 线个内面拢是几万尾，大量生产。啊，这哪滴大量生产咯，就上惊着啥，掉病。那掉病落要拖真紧，所以即摆都上落去看这個，这一看就知影这是可悲啊。这是可悲啊！这只可悲是母的，只有两只哦，真的。这只可悲是公的，公的拢比母的较细只。啊，这只 small， 这尾 small 的顶头有四只，这尾 small 顶头有三只，这尾 small 顶头有三只。四只。啊，四只，了不起。呀，啊，这下段的 small 的顶头才有看这呢，因为 small 是头一个落去海。啊，这科比也是伫海，唔是伫加水，是伫海水。啊，即马知影，因讲这是挪威已经研究出来的结果。我即想给大家看一下。拄啊，迄是伫迄落 small 的顶头，啊，这是伫较大尾的顶头，较大尾顶头，伊伫黏了迄个位咯，伫较。迄个坚固性较薄、较硬个所在，啊，即是安怎头个？伊安尼愈安尼一寡皮拢较无去呢？因为伊若有即个靠背啊，伫即头顶头吼，伊上啊，因为靠背啊，甲摸着、甲垫着、甲起上，啊，若上只鱼啊，就去撸网啊，撸网要甲撸会掉，撸靠背啊，撸会掉，无靠背就袂撸袂起来了，啊，撸结果呐？头背都拢无，也这也是安尼，撸个头背无。啊，个背啊，诶，迄啰驾先无个遮尔厉害时阵哦，因都咧用迄啰，迄啰 insecticide， 都去治疗，啊，真有效啦。啊，不过现在呢，有当时 insecticide 全流掉。
低烟吧。虽然咱食是一点仔，但咱要食侪，你都有危机。所以有迄个农药，共产国农药，伊设计啥农药？所以企业都加有迄个农药，所以上过半食起，加有野生哦，野生就好好看。啊，搁一个，你若讲企业甲野生的吼，要食的咱的口感的变化，野生的较好食，较袂遐硬。因为你若讲企业吼，伫迄房仔内面无啥哩叮当，啊都。吃的東西都不同，就變成油的，比較油。啊，如果在海的裡面，它都要收來收去，所以比較不一樣。那這裡有一個普通大家，去創造動物的人，大家都知道一個common sense，每種動物spend 80% of its bioenergy to look for food。所以吃的東西的方法正常，有 80% 的消耗那個那個 calorie 來找吃的東西，所以會散的就是對他們不一樣的。現在還少了，這個說這個生化素，生化素喔，一個不一樣，我就要看知道這個無節幼蟲只有兩支而已，一支剛才我大家看都有六支的，在蛤蟆的頂上有六支，啊，这敢若两支来啦，啊，刷到这五支啦，啊，五支吼，头一支，这个会去收，刷到这个就袂收，刷到袂收，又一支敢若铁钉啊呢，对头前也出来，来钉那个肉来，所以袂叮当，你看，袂叮当，啊，到这支了后就开始搁会叮当，变作会叮当。所以在這個不叮噹的時候最好要治療最好，我們農藥要來治療最好，所以他們在挪威那裡都是這樣看，看說這在這個鮭魚頂頭的這個口鼻到底是在哪一支的，如果在這四支的裡面一支他就用農藥，因為這口鼻就不會走，啊，剩下的東西會走的比較不好。啊，这是要大家看到哦，是安怎在挪威哦，这企业哦，叫做 farming industry， 是企业化。看这个工，看着就是工厂咧。啊，这工厂你创啥？都是肥类，要包装个鱼啊，从出口。所以这是一个真大一个的企业。这个企业哦，有$61 billion in挪威 crown， 我有特级人特真济啦。第一，2012年出生的，有$61 billion Norwegian crown。啊，这$61 billion Norwegian crown 是真济美金嘛？咱讲话做美金，咱较知影。哦，美金就是五亿八百万，5亿800万的诶收入嘛吼。这个收入的6%是用在这个农药的，你看看我多少，这么多，所以看这数字，咱就知道讲，咱上好就卖吃就吃。啊，过一个过工作那个吼，今麦电脑会要过你研究，伊咧研究啥呢？研究讲卖农药。因为营养油的对这个有影响，所以卖营养油一定要别用那个 immunology 的 vaccine， 就要定期研究的。这 vaccine 若会研究到，就免用这么侪钱，若拔这么侪钱，所以贵一点会较少啊，无那样贵。啊，这么说了，咱会讲别人哦，有讲到台湾的，就要来讲到台湾。台湾的是这個、一种，台湾的海鱼鳝，叫你讲是 epidemics 这 epidemic 对鱼群来，对流行病，啊，是安怎是流行病呢？这个是伊的生化素，这生化素甲拄仔咱看的差不多啊，
哦 ，Nobius Copernicus 啊 ，Calamus 都是有迄纪念顶面诶，喜爱顶头，啊，这都是岩浆诶，啊，这是岩母。这上大型发现是哪？伫澳洲 Australia 上大型发现是伫1968年。1968年诶时阵，伫正月之三月，突然间伫遮一挂海鱼死。啊，遐啥物款海鱼呢？即两种科的海鱼，即种就是迄啰花鱼啊，咱食河鱼即个花鱼，啊，即就是雕刻的迄啰鱼，迄啰赤章啦、乌鸡啊啦，迄啰鱼。啊，本来是伫即个海口，伫即个 Mitchell River 迄啰海口遮，三个月内面哦，鱼啊直直死。啊，所有鱼啊，若死去哦，拢有对即只鱼，有即 epidemics。啊，即 epidemics 是1972年才一个我的同事，伫迄个 New Zealand 遐叫我发表的，才知影。啊，即即个就知影我即个遮尼厉害，然后就两个迄个博士学生，即个 Robert， 即个 Bryans。罗姆是1976年，伊做一个真密切的调查，而且，啊，这1982到83年 ，Brian 是经过澳洲差不多每个所在，啊，去找了这个 epidemic， 因为这么普遍，这么普遍就真侪维吾，啊，不但讲真侪维，干那一尾五种，对吧？四种就是雕刻鱼，就这款嘞。啊，雕刻是安怎？我要讲嘞，咱台湾以前咧捕鱼啊吼，捕啊无家己安找无那个牧人来捕哦，去澳洲啊去掠。啊，去掠唔知影讲有这个鱼虱滴，那鱼虱去来台湾的这个乌鳍叫乌鸡啊吼，乌鸡啊，我想大家拢捌食，真好食。啊，这是台湾的水产，台南水产企业所的鱼池啊，里面叫这个乌鸡啊，叫这个卡伊加斯 epidemicus， 吃啊呢死，这个就是卡伊加斯 epidemicus， 不，这个难看。啊，这是一。